你先生是一个男主播，他的工作就是拿着话筒每天说来说去，累得精疲力尽。但他下班就不想说话，宁愿回到家里做一个梦想家，天马行空胜过所有表达，将自己陷进沙发。你先生思绪飘到罗马，他在那里拥有一间落魄酒吧，站在吧台后面看着人来人去，一转身又在巴塞罗那面包店门口种满鲜花，他在重生是一个咖啡师，数着浪花闻着咖啡渣，思绪就这样马不停蹄在天空里跑了几万公里，梦想就不知不觉地慢慢累积，不知未来哪一个就会突然触手可及。先生是一个男主播，他的工作就是拿着话筒每天说来说去，累得精疲力尽。